帅哥，好，OK，开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彦姿，现在来到南凤山市。凤山市，你们叫我四个叔叔。哎，是这个意思。叔，三叔。不对，一叔叔到尾。一叔叔到尾。二叔白发齐眉。白发齐眉。三叔儿孙满堂。三叔儿孙满堂。还有呢？哪一个？那。这个口红，哎，查了我漂漂亮亮，红光满面面，遇到好郎君，么么哒，么么哒。香水，哎，来，我来喷一点香香，哎，有人缘，对，男人看到都喜欢，最重要，我也要喜欢哦。涂白粉，就是这个涂白粉，涂的呢青春不老。打开来，这个白粉，以前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用的，新加坡人也喜欢用的，这个就叫做粉黛，对，粉三凤海棠粉，来靠近看一下，啊，靠近看一下，三凤海棠粉，来，还有桂子，拿出来一下，啊，谢谢，子孙满堂，去到哪里？子孙，谢谢，子孙好，这个子孙桶，哎。靠近，这毛巾呢？洗脸的，洗脸的，美人照镜，美人照镜，没错。那么呢，这个就是我的钱包，很多很多钱，就是尤其是这个，温柔一点，多的。带不了的，哎，这个也是我的钱。哎，你小心，那个是金银珠宝。靠近一点，我的金银珠宝，谢谢您啊，我很荣幸的啊。啊 ，OK。因为这个也是我的。啊，这个是。好啦，姑娘，谢谢，可以出嫁啦。姑娘可以出嫁啦，这个放好一点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表演完毕，拍好这个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，这是从这里摸摸摸到脚，找个好郎君，白头偕老，摸摸床，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还有这里，这里摸，还有这边，这边，这边啊，大家请看看啦，就从这里摸到这里，希望呢，现在呢，哦，一个好郎君可以买洋房、买公寓了，买到几十层楼了，啊。然后呢，我已经刚才添油了，也需要遇到一个好郎君，就像这位帅哥这么帅的。好，谢谢啦，谢谢大家观赏。好，祝你早日成愿。